坚持了咁耐，等到你希望一嗰个结果是非常之好噶，就心系上得个最后一关。我唔会嘅。今日阿友俾人知咗资料，系犯罪嘅杀人，系跟我哋嘅杀人。琴晚睇我先知道，7月23日犯罪嘅杀人，佢之前佢杀人是好有意义嘅。我好难揾到咁嘅日子嘅，大家全世界都系喺祈福，明白吗？细路仔又好需要你，成个家庭好需要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坚强，要坚持，知道吗？人我几坚强代替唔到你，你心入边坚强，你自然就明白。你体内嗰啲正能量、嗰啲激素啦、嗰种分泌嗰啲嘢属于好嘅，你自己冇坚强，分泌啲嘢就会差嘅。对身体是有害，要向好方面谂，啊，明白吗？怎么样，陈燕宁？告诉你好消息，啊，对方的话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1点钟去出发去心脏，然后你可能1点多一点就要进手术室了。好吧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坚持了咁耐，等到你希望一嗰个结果是非常之好噶，就心系上得个最后一关。我唔会嘅。